fuck I want! Fuck I want! What? You fuck I want! Fuck I want! Puto, te tengo que ir!是能课桌都上热搜了，一大早就看到这样的消息，真让人开心。还有一个好消息，我看到了，他们也捐款了，对不对？不是这个，是这个。是的，我们心灵伴侣重新上线以后，已经向公众承诺，未来三年的收益都将捐献给偏远山区的希望小学，用于购买智能课桌。很快，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就可以用上最新的科技进行学习，以及和他们远方的父母进行沟通。今天有个例外，准备好接受表扬了吗？表不表扬那无所谓，希望无人灭火机和多肽生物这两个项目也能顺利通过吧。放心吧，路演那么成功，肯定没问题。干杯！安姐，一会儿林董肯定会点名表扬你。我昨天看了新一期的财报，威尔酒店收购后，营业额增长了20%。还有一个好消息，红星电通在香港成功的通过了 IPO 备案。智能课桌顺利投产，心灵伴侣也起死回生。做得不错，安宇。今天的例会，咱们要对两个项目着重提出表彰。一个是最近已经受到很高赞誉的智能课桌项目，还有红星电通的 IPO， 目前也是进展很顺利。大家辛苦了。这项目的成功呢，离不开大家的努力。咱们在座的有两位同事获得了卓越之星的称号，表现尤为突出。他们是方丽，进来来。上个月咱们几组路演的项目呢都很好，最后跟邵总还有风控几方的意见下呢，通过的是苏大勇的社区生鲜电商项目。董事长，我可以问一下多肽生物和灭火无人机这两个项目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吗？你是提案人，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你项目的问题在哪里，不是吗？不好意思，邵总，董事长正在开视频会议。你肯加入的话啊。董事长，董事长，邵总他我应该没授权过你可以随便闯入我办公室的权利吧？但是你授权过我为卓越的项目进行决策的权利。如果你是来为安宇的项目求情的，那就大可不必了。卓越一向尊崇公事公办。如果真的公事公办，安宇的项目就应该通过。还说什么综合多方意见？你什么时候问过我的意见了？我这还有事儿。回头再说行吗？凯哥，你这一套西装笔挺的去赖老家，该不会是想要去炫富的？不是，一开始我哪知道要去哪儿啊，这整得我好像格格不入一样，很尴尬。哎，不尴尬，正好给我当模特儿，我来调个色温。来来来，哎呀，男的帅，女的美哦。哎，男的帅，女的美。我美就可以了。你美。真养眼，干嘛呢？老总偷拍的。角度我不要，我不要。他的照片一般我都要花好多钱买回来的那种。
小朋友们好，我叫金来来，大家叫我来来老师就可以。来来老师好。你们好，那位是安宇老师。安宇老师好。同学们好，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就会分别由这几位老师给大家上课，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其实我小时候呢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不喜欢数学。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数学呢？来，计时开始。因为有了阳光。因为有阳光。更高了。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智能课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功能，就是一按这个绿色的键呢，就可以和爸爸妈妈视频通话。因为呢，我们已经提前把大家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已经输入到这里边了，所以如果爸妈没有接的话，大家还可以按旁边这个键进行留言。有没有小朋友想试试看？我。你叫什么名字呀？他们都叫我大鹏。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来找一下大鹏是吧？找找看，有你妈妈的电话号码，来，你摁一下，现在连线。胖。鹏鹏，接了，哎，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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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最近还好吗？妈妈很好。妈妈不能再跟你说了，妈妈要去送外卖去了。鹏鹏，你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啊。哎哎，等一下，大鹏，亲妈妈一下。跟妈妈说句我爱你吧。妈妈，我爱你。妈妈也爱你。大黄蜂的翅膀就这么久拼好了，对不对？爸爸，你真是一个大天才！来，爸爸也好爱你啊。我也好爱爸爸。哎，你知道吗？我们两个已经结婚四年了。四年了。这四年来，你真的付出了很多，又要打拼事业，还要照顾这个家。以后我们肯定会有很多的时间，就像今天这样，可以一起做早饭，然后我们带依依出去旅游，我们还可以……罗总，怎么突然间说这些啊？哦，没有啊，我就是这两天突然觉得。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哎呀，别想这么多，啊，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哦，好，好。对不起，再见了。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怎么了？对不起。再见了，这什么意思啊？不好了，邵总，周渊在卓越大厦要跳楼。啊！你马上报警，我马上赶回去。老苏回卓越。好。你别再劝我了，露露。就算一米没有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我陪着你。依依也陪着你，我们一家三口重新开始好不好？我求你了。重新开始，哪有这么简单呀？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重新开始的。你就小伙子冷静点，注意安全。孩子在这儿，没吓着孩子。来，大家别齐步走。依依为什么会在这儿啊？姐，张木林，你把依依带走。哎，你干嘛？我是他的前妻，孩子的妈妈，我想去劝劝他。行，跟我走吧。麻烦了。安宇，小心。姐，你小心点啊。依依，乖。我不要你。依依，我要爸爸，我讨厌。爸爸，我要爸爸。
我的人生好像像是一个笑话一样，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就让我从这儿结束。不要急！你怎么来了？你不是给我发信息了吗？你肯定有话对我说，对吧？对不起，我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过了，我该死，我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也不想活了。等一下，你没说清楚啊，什么事情啊？我不明白。安宇，你还不明白吗？我从一开始我就是在骗你。我接近你都是我预谋好的，那个时候我跟米露就已经认识了，在图书馆那次都是我故意接近你的，还有那把伞都是我故意的。我一开始我就做了好多伤害你们的事情，我混蛋，我不应该。你不是的，你很会照顾人，你们就是太有责任感了，太想做一个好儿子了，见不得自己的父亲受一点点的伤害。我不想看到我爸受到伤害。我就是亲眼看着我爸跳楼死在我的面前，我都记得他看着我，我当时真的好害怕。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我的伤害不能再留给依依了，不能再留给依依。没事没事啊，大家都已经没事了。吓死我！别怕，乖。你是坏人，我不要你，你得走开！依依，你怎么可以这么大声说话呀？他是阿姨的好朋友，也是依依的好朋友啊。不对，他是坏人，他不让我见面，他是坏人，我不要他。依依，有什么话我们坐下来好好说，好不好？他是坏人，我不要他，他走开，不要他，他是坏人，我绝对不要他，我绝对不要他。你别闹，可以给我讲一个故事吗？好啊，那我给你说一个黑骑士的童话故事吧。黑骑士，没听过耶。没听过呀？那我们就说这个故事好不好？嗯。来，我们把被被盖盖好啊。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海的彼岸呢，有一个国度。那里四季如春，花开遍地。真的吗？特别特别的美。有一天呢，有一个小王子就出生了。他一出生呢，他的爸爸妈妈就特别的爱他。小王子就像依依一样啊，人人都很喜欢他，对不对？可是有一天，这个国度呢，发生了一些变故。他爸爸妈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可能暂时陪不了他。可是在这个时候，小王子交了一个好朋友，就是黑骑士。但黑骑士从来没有摘下过他的面具，有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为什么他不让别人看见他的样子呢？那可能有一些很特殊的原因吧。但是小王子自从有了黑骑士之后，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黑骑士都会第一时间出来帮助他，保护他。